世界出名的佚佗物啊，制作商乐高，因的铁夹夹真侪大人囡仔拢爱耍。即马有亲子空间的业者特别用台语文制作乐高影片，希望用趣味的形式教囡仔讲台语。丽苏、高炸、高炸、阿梅，较等下来甲我斗白一下。世界出名的乐高，捌出品介侪受欢迎的动画影片，即阵嘛有人用这来出台语版本啊。像这集是惊悚片。阿宝、阿宝、阿妈妈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资深护理师。丽苏，高赞。设定剧本、角色、甲人物的行为，要讲的台词重复录制。团队本来就经营亲子空间，发现囡仔爱耍的乐高，嘛通做台语教材。为剧本、啊个配音、啊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，拢是来用乐高的方式来做看卖。为这个台湾会当诶，互因的生活中间较侪来讲台语安尼。其实说真的，用这个细节有趣的画面，不管你要做什么语言，其实都是有机会的。团队内底有人学台文，所以礼物嘛有台文版本。嘛因为一开始设定的题目是要让囡仔认识各种的职业，所以就合作百工日志，有计先翕六集，每一集十分钟以内。另外，进前因为疫情暂停的台文等等相关课程嘛陆续恢复，希望推展台文这块，无论用影片还是课程，拢通继续经营。记者陈阿文、林秀凯，台北报道。